觉得他这个刚刚右脚这边踩那一下，应该有点用力过度。是，嗯。下来的时候，对，所以现在整个大腿的股四头是有点筋软的。对，嗯，因为突然刹车了，所以肌肉会紧绷了。对，啊，他整场球就我刚才整个提到，他拿下44分，李凯燕底角 Liggins 的三分球出手进，哇，这是一个关键的三分啊！哇，这压过还赢两分啊！对，还有40秒哦。高国豪切入假动作，后面 Liggins 刹不住车犯规。太积极了，抽筋了，快点！好像抽筋了 Liggins， 哇哇！不能动，对，整个大腿的四头肌已经是缩在一起了，紧绷了，对，紧绷。好，阿米这球先传以后离开，哇，很快速的传导给底角的 Liggins， 哇，致命三分。我觉得他这个刚刚右脚这边踩那一下，应该有点用力过度。是，嗯，下来的时候。对，所以现在整个大腿的股四头是有点筋软的。对，嗯。因为突然刹车了，所以肌肉会紧绷了。对，啊，他整场球就我刚才整个提到，他就是一直在很拼的情况下攻防两边。嗯。他完全用尽了全力。这场比赛 Liggins 也打了超过38分钟了，10分8篮板。哦， Liggins 要继续打，但裁判说不行，因为已经喊，已经有人上来，所以你必须要先被换下去。对，等下再做个换人的动作了。哦，哇，很拼了。对，很想赢这场比赛了。真的。哇，高国豪也很稳啊。对，这样的精神会让球迷非常感动。大家就喜欢看这样的拼战精神。